像是真的开。看师傅做菜很简单，自己动手做又如何呢？海蟹辣炒年糕必备，泡菜炒五花。是，我觉得你们心机真的都很重啊。有吗？在我们节目两位师傅心机重也就算了，对，现在比赛前都还没有开始比，手套都戴好了，一定要。对啊，因为我们而且跟张鬼一样，你手都是大长腿，没我怀疑你把我手套还起来，为什么我找不到手套？要一副。我们现在有一个叫黄金六十秒的，是，大家都不用担心。OK， 师傅呢会跟你们讲说要什么样的步骤下锅啊，什么什么什么一些流程，好不好？逐一听你就知道了，其实很简单的，嗯，好不好？可以的吗 ？OK， 那我们马上进行黄金六十秒，要开始。然后你们两个站在这里，我跟你讲一下哦，这个套餐是吧？第一个猪肉，猪肉新鲜的，可以你自己用。梨子哦，还有姜啊，切姜末，然后这个姜是姜末，姜末，然后下去腌，这是一片一片吗？不是，姜末是切末，对，下去腌好不好？然后腌完再加两个醋腌，对，两个腌它，对，然后红萝卜等一下下去水煮，然后葱给它切成葱段，它再要把它切成一点点丝，好，然后对，好了之后呢，像是水啊，跟我们的那个韩式辣椒稍微炒一下，加上一点点的酱油，一点点的糖。好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求救了。那我可以试一下味道，好，这样子最准的。然后再过来，先不要加太多。对，然后再过来就是它这个已经在炒的当中了，香气都已经上来，加上年糕，再加上我们的那个肉，然后上去炒，然后它那个味道够了之后，你这个葱下去，然后OK 吗？对 ，OK。3、2、1，时间到。等一下，我刚刚看到一个画面很好笑哎。对，我们的。Kidder 啊，要跟我们家的骆师傅拍一下手，骆师傅，骆师傅说，骆师傅说这边请，那我也是让他跟我 give me five， 好了，你拍一下，对，这样看啊，我就觉得这边说不定会起死回生哦。哎呀，这边龙师傅，啊，你都要加油呢。我们这边有没有问题？有，来。有问题，只有你有问题，你做的问题出去，你先我要求小吧。马上我们有谁先看哦，有两位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谁要先是第一棒？我们只有十分钟的时间，一个人五分钟，谁要第一棒？我第一棒，我第一棒。这边是 Kido， 然后这边是小优，那我们比赛开始。进。快，我跟你讲，小优你行不行啊？这个还没滚呢，这大还没滚呢。我大概已经最大了。小优非常非常有那个削皮了，慢慢削，不要急。哎，小心小心小心，不要削到手。因为我听说就是用这个啊，其实它是腌肉的话，就是肉会有果香味。因为我常去韩国，哎呦，我一不小心好想讲说那个红萝卜要不要先穿烫？哎呦，没有吃吗？不小心的，对，不小心。待会再给你们一不小心，靠着。不是你剁好几架都没有剁到姜，你要先把它切成，你用磨的比较快，想要乖哦，对，先戴手套，哎呦，小心。不要因为你有泡菜切到手指头没关系哦，它是有关系的。好，我来看看一丫头跟 Kidder， 我们现在切青虾料，然后切红萝卜，不要切到手套哦。这个哈，刀子哈，有点，我跟你讲，我这样子是好了，小心，因为这个刀子有点不利。是哈，它切丝，我那你现在要做什么？我现在就是已经你们要炒的是年糕。辣炒年糕，我们现在再把那个年糕放上去，啊，对了，年糕放点盐巴，加盐巴，对，哎呦，我真的一不小心又来一个小提示了，真的，你真的是，这次我没讲话，这是怎么样？干嘛？你是我师傅吗？我师傅是骆师傅，你叫什么叫？我跟你讲，加盐巴哦，放。
放进去的哦。很重要的是，因为它这样子煮起来之后，等一下在炒的时候，那个年糕会比较容易入味，有味道，而且会比较软，对，会个人的小配方啦。是，有看过做菜这么悠闲的吗？我们多么悠闲，慢慢来嘛，不像他们在吵架，慌慌张张搞什么东西。聪明的人是不吵架的，是，而且两位都没有戴手套了，一样煮菜就是要去真的感觉，你要感受那个食材嘛，我们跟食材培养感情，对，而且我现在在帮他俩零，俩一滴给你俩零，就像我在帮你俩零一样，这样才是超级好朋友啊，对不对？不然怎么能够做超级好朋友？你说是不是？这是互相按摩，那我们再换下来。对，好，烟都烟的差不多了。哎呦，家好。来，这是什么？我要来吃葱，然后等一下就要下锅了。是，好，倒数十秒，要换手了，小心啊，快点，快，四、三、二。一来，好了，哎，所以丫头，你在家里有做过菜吗？有，很喜欢做菜，因为我们一家人都很爱做菜。是做给妈妈吃吗？对，妈妈跟弟弟。哇塞！但我做的没有很好啦，就是勉强可以。那如果有什么男生做菜给你吃，会最感动？哎，对，谢谢你哦 ，Kido。不会，你的意思是说王先生吗？对对对，我知道观众了。哎，你这样错，你这样没有，这等一下也是会下去煮一样是入味的东西啊。随便你。你最喜欢男生做什么菜给你？3公分吧，差不多啊，3公分就这样。我过去看看哈，来，现在做到哪里哈？我跟你说，我们这边现在已经香到不行了，我都快受不了了，真的。刚才我们加了酱油、绍兴酒，还有香油。然后呢，它现在慢慢的就是把那个酱汁吃到肉里面去，真的好香，有样啊，香啊。对。然后这个时候要加那个泡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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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来！我们重头戏要来了，重头戏要来看一下哦。泡菜，我跟你讲，泡菜这个五花肉精髓就是你泡菜那个汁啊，不要下去太多，是因为我们刚刚龙师傅有讲会太辣，而且泡菜跟五花肉是绝配，对，没错，而且因为台湾人比较喜欢吃甜一点，我们有加糖，对，就不要让它那么甜。好极了，闻到香油，赶快过去看看那边喽，加油，最后一杯呢，最后一杯呢，我们要来求救，要求救，要求救这个喇叭了吗？好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不小心的师傅，来来来，我们刚刚的策略是，就是我们求救的时候让骆师傅来试味道，所以你们是有策略的，对，也是骆师傅跟我们讲，他说龙师傅绝对不会想到这一招，他太浅了，他太浅了，我们这里根本不需要求救的嘛，哎呦，你看一看，我那时候还多加一点，我真的下去之后他会吵架，对，那因为他这个水啊会慢慢的收干，对，年糕啊它本身就很容易积水，对，所以穿汤过后之后它就软掉了，哦，然后这个稍微炒一下之后嘞，来记得这水要再加一点点下去，那火要大火，对，都大火，都大火，现在收汁了哈，哦，哎，好，真的也是炒的有模有样的，对，然后这个现在汁都慢慢的收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很棒，好，来最后嘞，这个韭菜呢就把它放着，好，最后的时候下吗？对，最后的时候下，好，对。请问一下，这个是3公分还是几公分啊？丫头。好，然后这个来炒到差不多的时候，这个看看。好。好。时间到了吧？时间到，我们求救时间用的刚刚好。我要把它弄，让它这个闷，赶快弄下去。再1分钟、2分钟，赶快加油！来来来，快点求救。不是刚刚讲好不会求救的吗？因为我们不能让 Kid 呢太那个骄傲，我们也让龙师傅有点敬畏。我这个是不用的，因为我说真的，你们这个已经炒得非常好了。哇塞！不需要再练，继续把肉炒热就可以了。这真的是一种训练，把肉炒热，真的是冲下去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师傅会教啊，师傅会教就好了啊。来了，我跟你说。3、2、1，时间到，来了，好，下好你手了，好 ，OK 了吗？关火，关了，来盘子这边，可以可以，葱有个热度。
你要甩的还是要出去的？对，也甩了，漂亮，有样，漂亮哦。整理整理，洗牙给嘴，对。来跟我们观众这边讲一下你们的菜名是什么？我们最近拿起来某个韩剧很红，是来自星星的泡菜炒五花。我跟你讲，我来自太阳，我现在烤太阳。太阳没错，我来自太阳的泡菜炒年糕。哎，可是哥，辣炒年糕，你都不知道它叫年糕，它很会吸水。那你现在不赶快速度快一点的话，也趁热。你快点，不是，那你也帮忙嘛。他不需要我帮忙啊。啊，真的吗？对啊。是。我帮你拿，好不好？我那认真在雕花哎，玩摆盘哎。口水太多了，没关系。可以这样。工作人员很饿。好，就为了吃你们这一道，对啊，不然动作起劲就跌回来，一起起来。态度不好看吗？我跟你讲，假丑霸，好不？丢，小哥哥哇！对，丢丢丢丢丢，来哦！我就不知道你太阳到底要放哪里，放这边。太阳。好，赶快拿起来跟我们观众朋友说这道菜的菜名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露琪露谣言了。这是我们来自太阳的你。韩式辣炒年糕。哎呦，阿娘，谁有今天？啦，哎，颜色真的都好美哦，我忍不住都很想要啊！不行，我们有不负责任试吃团，他们已经在外面等着，所以我不能先试吃。我们邀请不负责任试吃团来吃看看，好了。手忙脚乱差点切到手的小优伊森，嘴上有洛师傅不小心提点的丫头 Kid， 到底这场阿尼欧哈塞欧的韩式料理 PK 赛谁能够获胜呢？广告回来告诉你哦。来，要来计奖话买后，来我先吃 Kid 跟丫头的，哦，先吃年糕。好，我看起来蛮 Q 的哎，好软 Q， 有吗？有吗？盐巴是很重要的，我们加盐巴加对了。咸了那么一点点啊，小当家了。是因为没配饭，没有对，还有一个啊，因为本身泡菜就有咸的嘛。来，那我来吃这边小优泡菜炒五花肉跟Eason的，五花肉对，哎，刚好咸，五花刚好咸，乌啦，那边黄豆刚刚好。我也有枪啊！哎，我讲不准啦。来，我们听我们的洛师傅怎么说这一道炒年糕。这个韩式年糕，其实它本身的那个年糕啊，它是很就是很厚的。那你在煮的时候啊，一定要让它入味。那因为味道要够重，所以它在煮的时候，这个才会容易入味。所以它在这个味道加的时候，它加的够重。所以你在吃的时候，咀嚼当中，它其实是很软 Q 的。那如果你再多煮一下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如果再多个煮个两三分钟，它的味道更够，然后吃起来味道更好吃。那我听龙师傅怎么说？好，这个泡菜炒五花肉，因为它的肉有先用过这个梨子，还有酱汁，所以肉吃起来是软的。那再来，因为有炒过、煸过那个油，所以吃起来肉又是香的。那最后我建议它，因为它调味是调的刚刚好，就是咸淡适中。然后泡菜最后下去的时候，泡菜跟肉还有呢，它那个调味是融在一起的，所以我这个吃起来嘴巴是非常的舒服。哇，真的有吃到那个洋芋的味道。这个时候不要太高兴，因为我们都一人一票，最要知道的就是负责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你讲对了耶！对啊，你们哪有票啊？只是试吃而已，讲评而已。真正啊，要评审哦，给分的就是在刚刚进来进的不负责任试吃团，来，请给分吧。王先生，你可以讲一下感言吗？我可以，我其实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这个新人一个机会，因为我们最近呢会分送那些喜帖给刚刚的那些不负责任的评审团，谢谢你们的分数，谢谢。好讨厌吗？来来来，王哥再说一下吧。以后
我的厨艺会更进步，然后让大家吃到美味的料理哦。哟，那就是王先生有福啦。好的，谢谢今天的收看，还有谢谢今天的四位来宾，谢谢，我们下次见。师傅教你做好吃的四季肥肠，这是一茶匙的什么的盐？盐、胡椒粉，一茶匙。你不要一下子丢，如果一下子丢的话，它的温度会马上降温。哦，你该狂麦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一道民间美食变成五星级料。明天晚上6:33厨房，接下来播出生活。